咱们下面来做呢，直排轮滑，直线，蹬地技术的陆地模仿练习。要想在穿着轮滑鞋在滑行当中能把这个技术做出来，我们在陆地上吧比较容易的先做做模仿，啊，怎么叫去蹬地，啊，支撑腿怎么蹬，啊，这个髋怎么移动，我来讲讲这个它的主要要领。轮滑呢，要想向前滑得向侧后蹬，啊，向前滑进得需要往侧后蹬，而且呢你髋部呢还得配合，啊，髋得移动，移动呢造成呢蹬地角度，啊，轮滑鞋向前呢大约是有个15度的开角，15度的角度就往后蹬吧，它才能往前走，你这样的话呢你才这个腿才能蹬出去，啊，它这个轮滑鞋才能往前滑行，啊，是这么个原理。所以大家呢先看看我做一做这个示范动作。蹬地的时候，啊，蹬地的时候呢这个腿还是和以前要求一样，啊，三点直线，腿要直，轮要正，也是这么个基础要求。啊，这个整个的直线模仿的这有个口诀，就是呢支撑腿，啊，三点直线侧后蹬，髋移动，扶腿靠拢，外耳前冲接体重。这就是呢直线滑行的整个的一个技术要领的口诀。第一个蹬的方法呢，就是呢把左腿蹬出，蹬出左腿蹬出，蹬出的方向呢是向侧后，啊，侧后向侧后蹬出，侧后蹬出，蹬出呢它和你这个前这个脚啊是一条直线的半脚，啊，不是平行的，是半脚侧后，啊，半脚侧后，这个脚尖对着这个支撑腿的脚窝，左臂往前摆，右臂往侧摆，就这么个姿势。支撑腿呢把体重支撑住以后呢向前模仿的蹬出动作是向前了，是这样的，一，啊，往前迈半脚，迈出半脚，啊，左腿蹬，右腿呢往前接体重，正好也是你脚尖对这个脚跟它俩在一条直线上了，正好是一脚向前迈一脚，啊，诶，就这个动作。第二个呢就是髋的移动，啊，蹬的时候你的髋关节得移动一下，啊，诶，就这么移动一下，咱们就练习这么两个动作。下面呢跟我来一起做，啊，跟我来一起做，左脚，啊，左脚向后半脚撤出，一，左脚向侧后半脚撤出，脚尖对脚心吗，半脚，看到没有，支撑腿把体重落在右腿上，哎，你这里不对了，支撑腿，这不支撑腿吗，重心移到这儿，这个脚搁这儿呢，啊，左臂在前右臂在后，就这个动作，哎，重心移过来，重心移过来，哎，这样的，啊，移过来，侧后半脚抬头，抬头，哎，抬头，重心移过来，这个臂在后面，这个心前面，啊，朝前看，这个动作咱们联系起来了，把它做一个模仿，就侧蹬的蹬地动作的模仿练习，一，二，三。轮滑指导滑行蹬地模仿练习是滑行前蹬地的必要准备，它能使你在原地体会蹬地的技术要领，对你今后的滑行很有帮助。制动器的好坏直接影响制动效果，过低的制动器会过早制动，
而过高的制动器会很晚或者根本起不到制动效果。使用过的制动器高度会改变或者磨损严重，下次使用前必须进行再一次校准，甚至予以更换。前面呢，我们做了呢陆地的模仿练习，知道怎么蹬了，但是穿上鞋呢怎么蹬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学滑行呢，就先学一学你怎么蹬地啊，怎么蹬地，先把这个方法呢把它分解开，就专门练蹬地，练一条腿的啊，练一条腿的蹬地方法，反复的去练啊，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蹬地是怎么蹬了。你看咱前面学会画葫芦，知道怎么用力了，陆地的模仿练习呢就知道你去怎么这个腿怎么出去的，这角度多大是吧，这个髋是怎么移动的，这回咱们把分解开来单独练一个，单独练一个动作，好不好？好。哎，下面呢我来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动作，是吧，看看怎么呢来蹬这一条腿，其他腿要配合，就是呢蹬左腿重心移到右腿上来，是吧，左臂在前右臂在后，还是这个动作，是吧，重心移到这右腿上，做到三点直线，是吧，一二三四五六啊，这个动作蹬完了呢一定要做到呢和那个第一个轮和这个脚心在一条直线上，这边呢鼻子尖膝盖脚尖要过来，重心做到三点直线，是这么个动作啊，这就是呢单脚的分解练习的一个蹬地练习动作啊。下面我再往给你反蹬过来，你再看看啊，一二三四五，看到没有，就单独练这个左腿的蹬地啊，左腿蹬地一定要呢我们陆地咋模仿的你在轮上怎么出来，一二三，哎挺好，四，哎蹬完了吗，腿马上收回来，请往前看，哎往前看，对，哎，重心一定要移过来，好，重心移过来，哎，重心移过来，好，哎，臂往前摆，哎，对，好，重心移过来，哎，重心移过来，好，好，哎，抬头，抬头往前看，哎，这个挺好，好，一，二，哎。哎，蹬完了以后呢，重心要过到这个右腿上来，好，重心过来，哎，过来，好，哎，看吧，完了以后头抬起来，重心移过来，哎，左腿蹬出，啊，做完了以后一定这个动作到位，啊，这个动作一定要到位，就是练你那条腿的蹬法，记住没有？哎，这回回头再蹬回去，来，预备，给，一。二三，哎，地往前摆，四，对，你先蹬，三，重心移过去，好，再蹬，地往前摆，对，重心蹬，蹬左脚，哎，蹬，蹬，好，哎，做挺好，开始，一，二，三，停，不行，啊，你看你这个蹬完了腿都收回来。哎，收蹬完了腿收回，腿收回靠拢，收回靠拢，你看这样的吧，你看这腿蹬完了哈，一靠回来，二三，是这样的吧，蹬完了这个腿，你看蹬完了吧，你马上得回来呀，不回来你咋蹬下做下一步啊，哎，预备开始，一手二三，哎，这个好一些，四，对了，蹬出来，蹬出来收回啊，转回去，再做，蹬，蹬，并往前摆，对，往前摆，蹬收回，哎，蹬收回，臂摆下来，哎，蹬正回，啪，蹬收回，啪，收回，
上收回，那我先走。哎，可以摆起来。好，好，转回。站好。刚才同学们做这几这个动作吧，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腿吧，蹬完了你得收回来，啊，这个腿蹬完了以后，你看蹬完了吧，得马上收回，你才能做下一步啊，是不是这个动作？啊，你给蹬完了这样老拉不拉的，这样不行啊。另外这蹬完这条腿支撑腿呢，一定要做到三点直线，重心得移过来，啊，发，啊，重心得移过来三点直线，在这条腿上，啊，发，啊，三点直线，这个动作，看到没有？发，三点直线重心移过来，这个腿蹬蹬起，完了收回，啊，再做下，做下一步，好了没有？来，文佳宇，再做一次来。一、二，抬头，蹬，蹬完收回，蹬，蹬完收回，蹬完收回靠拢，脚底靠拢，好，蹬完收腿，蹬完收腿，好，好转回，蹬完收腿靠拢，完了做下一步，做到位，抬头，哎，用点力，大，大，哎，重心移过来，好，好。对，坐到位，一、二，哎，蹬完了腿靠拢，三，往这边来，四，哎，腿靠上，哎，这腿靠沿，蹬，哎，蹬，哎，去前摆，蹬，哎，好。单腿蹬地分解练习是专项蹬地技术训练，关键是要注意蹬地腿三点直线用力蹬，重心应该积极移动，扶腿向蹬地腿靠拢。下面我们来练习丁字停止法。这个动作呢是在我们遇到这个有危险了或者前面需要停住的时候，用这种方法呢很容易非常方便的就把它能停住。动作要领是这样的，滑行的时候吧，把这重心呢放在这个右腿上，这个右腿呢支撑重心，这右腿轮鞋呢必须要做的腿要直轮要正啊，身体呢稍微有点侧，不是全平的，稍微侧一点，侧点身。这个左腿呢在后，坐着在后呢，把它横过来，这不就成个钉子形的了吗？把它横过来，成个钉子形的，啊，力量呢放在前腿上，后腿呢轻轻地往下压，往前拖，力量呢逐渐逐渐给它加大，啊，一直到它需要你停止的那个地方，哎，来施加力量。下面呢同学们就按照我这个要领啊，你们在这儿你自己先体会体会啊，力量轻一点的，姿势高一点的，不要速度太快啊，适应了以后再逐渐加大那个速度，加大力量。哎，不行了，你看你那吧，这个身体啊太低了，身体高一点，你看啊，再来做一次，你刚才做的不对啊，身体高一点的，哎，坐过来，来，身体高一点的，立直了，哎，这个是好一些，哎，这就错了，你看你那个腿呢，前面的支撑脚是歪的啊，这个脚往外歪了，这个轮你必须做到三点直线，腿要直，轮要正，你那是歪歪的，抬头啊，把这个脚呢，看这个脚是垂直的，往前看，把那脚撤回来，哎，是这种动作，两手端平，你到那再做一个动作，哎，你在我躲在那儿，让他做一个来，我看看啊，这个能做好一些，慢点的，哎，好，这就对了。丁字停止法的动作要领是。支撑腿前弓成三点直线，
身体重心稍向前，扶腿横于支撑腿后方，四轮轻轻着地后逐渐下压控制力度，支撑腿控制平衡，逐渐制动。刚才我说的这个动作呢是前弧过标，咱们在基础的学过当中有一个前弧的步法，在这个基础当中呢把它延伸一下变成前弧过标，这是在初学者之上再往前提升了一步。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于就是要脚要迅速的打开迅速的收回，这要求灵活度，脚下的灵活度必须要好一些，而且基础要求的要扎实一些。这个动作做的是越快越好看。同学们，前面咱们做了蹬地动作，单独的做了一个分解练习，下面接下来呢是髋移动动作，这是一个整体动作啊，侧后蹬髋移动扶腿靠拢往前冲啊，是整个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周期动作。现在咱们下面呢来练习呢是髋移动动作啊，髋的移动动作，在这个支撑腿蹬地的同时，髋要向侧移动啊，造成呢蹬地角度，你才能往侧后蹬出去。你要是髋不移动，一蹬吧，这力量往上跑，它不能往侧去啊。所以这个髋移动在整个技术环节当中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髋不移动起来，将来呀，这个身体的惯力就没有了，体重也就没有了啊，光是腿劲蹬。所以这个呢，髋移动为今后的合力蹬地打下个基础。下面呢，我来做一些示范动作，同学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髋移动是这样的，两腿呢岔开啊，两腿岔开比肩稍微宽一点啊，把这个重心呢移到你的支撑腿上来啊，把重心移到支撑腿上来啊，这样的啊，移上来把这髋移过去，完下一步呢再把这髋移过来啊，再移过来原地的啊，原地的移过来以后呢，这个身体做到什么呢，做到这个三点直线啊，重心完全落到支撑腿上，这不髋就移动过来了吗，是这么个动作吗？啊，髋移动过来，啊，移动过来，哎，这个整个动作啊，它就是比较准确了，看到啊，一、二，啊，你看这三点直线吗？有这个动作了吗？三，啊，鼻子尖、膝盖、脚尖在这一条直线上，啊，四，啊，五，看清楚没有？一定要做到那三点直线。两条支撑腿吧比肩稍宽一点啊，地呢往前摆出去啊，先往左移，完了往后移，往右移啊，下面咱们一起来做做这个动作啊，两腿岔开比肩稍宽，先往左移而后向往右移啊，重心移过来以后做了三点直线，左右左，哎好，你看你别动啊，你看你这个重心就没移过来，别往前来，哎，放松点，哎，臀部移过来，哎，移过来，这样的啊，对，重心移过来，哎，这个做比较好，哎，虽然轻做也行，三点直线，哎，三点直线，这种时候摆起来，好，这个动作比较标准啊，收回，哎，这个练习吧，非常关键在哪儿呢？就是在蹬地以后啊，你的重心能不能落在支撑腿上，要不然老是那种滑行。啊，所以要求你的腿呢必须得三点直线垂直的，一落地就是那三点直线，这样的话你在蹬地的时候啊力量就集中了，要是你老那人蹬你使不上劲儿。接下来呢，这是不是原地的吗？这回在行进间做了啊，在行进间做，在行进间做的时候呢，也同样的把这个重心移过来啊，这是原地不动的，想体会体会这个动作要领。下面我来做一下这个动作的示范动作，一二，这不有速度了吗？一啊，这不重心全过来做到三点直线，二啊，
三点直线，一点全过来，三，啊，全移过来，四，啊，看着没啊？是这样的啊，一、二、三、四，看着啊，重心全过来，抬起头来，两个脚都着地啊，不能起来，是吧？这个做这动作的时候呢啊，蹬最后。俩腿呢都不要起来，这么的啊，这么个动作啊，啊，这么个动作，三点直线，鼻尖脚尖在一条直线上，一定要把重心移过来。哎，不是，咱们移动重心，脚不能抬起来，哎，脚不能抬起来，哎，重心移过来，移过来，哎，重心移过来。对，头往地往前摆出去，哎，往前摆出去，对，重心移过来，啊，哎，他做这个吧，中间有一部分呢，这个髋部没移过来，啊，文建宇来看看啊，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求呢，这个动作一定要是把这个重心一定要移过来，啊，这目的就是练习的髋部移重心嘛，啊，两脚不要离开地，啊，别摆出去，这样移动过来。要求动作做到位啊！哎，开始，好，再高一点，哎，重心移过来，移过来，哎，髋部脚过来，啊，髋部脚移到位，好，转过来，转过来，好，髋部脚移到位，哎，移过来，对，重心移过来，移过来。好，对，移过来，好，好，回来，哎，移过来，这移到位没有？移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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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看，往前看，好，哎，撤移，重心移过来，哎，重心移过来。哦，支撑腿要做到三点直线，哎，体会一下这动作。好，二，哎，重心移过来，好，往前看，移过来，啊，做到三点直线移过来，好，蹬过去，哎，挺好。来，都过来，来，前面呢咱们做了这个髋移动的练习和这个单腿啊蹬地的练习，下面呢咱们做一个呢游戏，在游戏当中呢来练习这个蹬地的方法啊，前面咱们练习的动作把它组合起来，把它一起来再练一练啊，叫推小车，前面的人呢两个手扶着膝盖，后面的人呢去推他的臀部，推着臀部两个脚啊岔开，就像把前面咱们练蹬地那个动作，把那个动作用上，通过它呢来练这个蹬地，练蹬地的这种这个要领，你这个腿啊是三点直线往侧后蹬的方向啊，三点直线侧后蹬啊，再加上髋移动，把这两个动作用上，在推小车当中把它用上，目的重点是练后边这个人呢是三点直线侧后蹬和髋移动这两个动作啊，在游戏当中把它用上。开始，游戏和比赛是轮滑教学中常用的方法，寓教于乐，使技术动作在竞争的气氛中得到强化。